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打了麦块，我们今天要来玩最初版本的报名式狼人杀。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坚，还有小白。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是圆圆。Hello， 我是莫空。Hello， 大家好，我是蜜露。Hello， 大家好，我是光。今天我们隔了整整5年43天8个小时17分钟63秒，我们今天要来玩麦块中制作最棒最棒的狼人杀地图。我要，我要。在干嘛？说到这个，狼人杀地图呢，大家看这个系列也非常非常非常久了哈。今年嘞，我们都在玩新版的狼人杀地图啊，就是那个职业多到一个爆炸、尔虞我诈、脑袋每一次都被抄到快爆炸的狼人杀地图，有多久我们没有玩过最最最最最原始那种简简单单呢、啊？你知道在箱子里面找素材，就算是平民也可以拿到 X 咖喱棒，反杀二狼的那个模式哦。Yeah. 这个模式啊，它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不过它其实就一直在这个地方，不过它就像是一个那个被你遗忘的老玩具，被放在角落，你从来没有去关心它这个样子。今天呢，我们要来玩一个月只有一届的报名式狼人杀之狼人比人还可怜。今天呢，我们又找来了一大摊腹黑系的 YouTuber 哦，每一个剖开来，谁黑谁黑，你们都黑黑好不好？你们都黑黑剖开来，每一个都黑的跟什么一样子。我是在场最白的吧？你看我，你看我中间那一块，你看我的脸，我看不到。什么？你看不到？瞎了吧？我眼睛有点黑，我看不太到。屁啦！这是白天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举起手上的大柴刀，追着二郎手起刀落砍他3天3夜，眼睛都不合一下。在场的各位呢，没有一个人手会是干净的离开这里。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玩最初的报名式版本了，所以等等呢，我们一群老屁股就要来复习一下这款游戏怎么玩。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有趣的黑黑的狼人杀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那要是你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找回一个你失去，没有人在听我说话。你就可以找回，你就可以找回，好不好？你就可以找回你失去的头发，我的头发还在，好不好？失去的眼白，老师，我这个可不可以？失去了什么？眼白，你没有啊？我真没有，没有哎，不懂的。但你们都会眼白吗？你眼黄哎。好啦，过来啦，过来啦。在场可能有大概2-3位没有玩过，就是最初那个版本。我们今天虽然会玩很多很多最初的版本，但是一般般的版本我们还是会玩过一遍啦，好不好？那大家先过来，大家先过来。那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好嘞，拜托了，拜托了。麋鹿长大了，你3岁就叛逆期，6岁叛逆期就来了，是不是？这里面有变异的玩法啊，给他起，好起不 Loki， 哦起 Loki 之后嘞，他真的没有，他一页按哦。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异的玩法啊。变异的玩法是第37页这个地方，报名式限定哦。那在这个游戏中呢，一样会有狼，然后一样会有一些职业，不过职业就是比较简单一点，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职业。那我们之前上一届还是上上届还是上上上届有玩过一场，就是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玩过一场，不过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做坏的啦。它的那个玻璃啊、眼泪啊，跟那个特殊的中介之眼啊，它的得到的几率比较高一点点，高很多，就是开，马上就可以结束一场游戏。但作者嘞，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把那个几率下修了。所以现在呢，你有36%的机会会开到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空空的包，空包蛋。那你有12%的几率会开到玻璃。那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赢得游戏呢？不管你是狼或者是你是人，你只要做出中介水晶的话，好像是用玻璃摆出裤子的样子，然后中间摆上眼泪，正下方摆上眼睛的话，你就可以做出中介水晶。那你做出来的话，就算是获胜。那狼的获胜条件有2种，一种就是做出来，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在场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坏人、所有的好人都砍过一遍。那人的赢的方式呢，你可以用 Excalibur， 然后或者是一些特殊，他可能会有怨灵。等一下，不是说好没有那么特，没有特殊？所以他的职业也是可以开的OK， 我们今天先来玩一个普通一点的，然后再慢慢开上去，好不好？好不好？好。那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一季新增了一个新的东西，叫防狼喷雾了。那我们刚刚前面就在讨论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到底要怎么用哦？那有一个天才说要干嘛？那个天才在哪里哈？那个天才，防狼喷雾不是跟防狼喷雾一样，先喷在身上吗？不是，好不好？
你说那个女生化完妆，然后就是香水都喷完，然后我要出门，然后就怕你在路上被那个被那个色狼骚扰，你就要直接拿防狼喷雾喷自己吧。我要出门喽！他怎么闻到臭啊？对啊，距我远之嘛，敬你个头啊！防狼喷雾不是这样子用的、啊，防狼喷雾是你出门的时候看到小白就朝他脸上这样喷下去用的。什么意思？好，那你们同意什么？讲了这么多嘞、欸，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哦。那我们就来把道具收集打开。那地图中呢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箱子，那每一天呢那个箱子里面的内容就会重置，好不好？那晚上一样有白天跟晚上，那晚上的时候狼就可以开始杀人，那白天的时候人类就是尽量去收集东西。好，那狼的数量，我们今天有八个人呢，其实阵仗很大哎，七只，哈，七只狼，七只狼啊，七只狼一个人，你玩个毛线球啊？我有想说你还打了，一天黑就杀人好不好？我们来个来个一加一好不好？他有可能保底一只，对。对，一加一等于等三啊！我发现我们拍片是不需要有这么多点让我吐槽了，好不好？很累。那有吗？有啦！猎人的数量嘞，我们先来个先一个猎人好了，一个猎人，然后预言家，我们一个预言家，那女巫我们一个女巫，那太多了。我为什么这感觉起来就是我一个辛巴，然后遇到一坨银奖，累死我了。那人鱼的数量也是调成零，村民的数量让他我们今天几个人啊？现在目前的状态是有我知道，嗨，七个。八个啦，好累哦！一二三四五，所以六七八，三个村民。好，那准备好了吗？各位，准备好就准备够够了，来喽！今天的第一场，我们来换个地图，我们来个雪丁村好了，好不好？雪丁村，然后时间，我们白天多少分钟啊？白天来个一分钟就好，好不好？就一天的时间就两分钟，一分钟白天，一分钟晚上。那模式还好啦，模式就报名式狼人杀，准备喽！今天的 round one， 嗯，对。Two, one, ready, go, go！ 来喽来喽！我告诉大家啦，我们这次啦，不是啦，叫他就对了啦。今天吐槽的环节可以不要这么多吗？很累，而且我每个都要接呢。今天是吐槽 day， 真的，今天是吐槽 day 耶！你干嘛？没有，刚刚没有在约会。干嘛？什么东西？小光，你在这？不是，闪闪，你刚刚说你跟米鲁在约会，但小光从衣柜跑出来呢。完了，原来小光你有这种嗜好、啊，不好意思啊，蛮大的问题。哦，这次好像不是收箱子，好像是要收。你有看到那个绿色的点吗？哇哦，各位，六花几点重？大家相信我，把东西给我。哎，我拿到明谢惠顾，他可以收集去那个吗？我连续中26%。哇、wow. ！等一下，各位，我是觉得大家有收集到玻璃，先给我啦，好不好？你真的觉得你是狼、啊？要晚上了，我很重要。等一下，你很重要，我很重要。我不是，这个游戏没有我，人类就没希望了，好不好？哦，谁拉了我？谁？你好好，真的啦，中真的吗？有这种职业？那我可以拿防狼喷雾喷你看看。不是，哦，你有拿防狼喷雾喷？不是。没事，我们猎人好给力哦！没事，拼了。OK， 好了，慢慢来，不要急，谁不能动？大家看清楚。啊！我操！没事，你怎么了？没事，他被我招过来了。我看到命案现场了。哎，哦，白天。白天了，那个，我要召唤情报，我要召唤情报。谁？是谁？没看到人，他已经撤了。我要召唤情报。那个，阿谦，等一下，干嘛？听我说。圆圆不是狼，小光不是狼，小白不是狼，麋鹿不是狼，麋鹿刚刚没有召唤。我也不是狼啊。好，现在可以。刚刚在旁边。Moco 跟阿谦。两个 SSR 有人要吗？不是啊，我要玻璃。人类剩白天剩一半，给我玻璃，我在下面。不要哭，玻璃，这里，这个你自己留着，波森剑你留着，好，啊，要晚上了，好，那个各位，阿青刚刚用很冷，我起来，不是我。
刚刚很冷淡的说了一声笑死，我觉得他说了一声笑死，因为你们一直在吵，我觉得很好笑啊，所以我说了一声，我听到隔壁有人在写东西。是谁？我是我。哦，你又找到我了。阿一轮在写东西哎。你又找到我了。我看到阿狼。阿谦不是狼。嘿、欸。啊。猫口妈妈。罗哥，我现在有两只狼。两只狼。现在有两只狼在地板上，那个人类请注意。还有谁？闪闪跟猫口啦。等会，闪闪很久没，我都忘记闪闪有在玩了。哦，我在玩。你在干嘛？你不要偷窥我们！我去跟楼下，我去跟楼下的人警告哦！动住了！快走！我冻住了！快跑！我们要收集东西了，这样人类不会赢啦！收集那边，收集那边，走！我带你！听不懂啊，闪闪！完了！我死的好惨啊！阿谦跟麋鹿去了，哇！没有，麋鹿也死了吗？不，麋鹿也去了。那个人类，快！人类快！玻璃，玻璃，怪！人类怪！玻璃。Moco 跟闪闪啦 ，Moco 跟闪闪啦。不是我的猎人哦。我骗了Moco了。哪里？我告诉你，我骗了Moco了。快点，他在那个我们的集合啦，动物森友会那个地方，快点集合。来了！飘花。救命！啊！他骗我！飘他！快！你们没飘到！小花断线，小花快回来！飘他！我死了！小狗！这是 Moco 的替身跟攻击吗？小狗快过来！红林跟 Simas， 快点！你们不要闹了！不要闹了！那个！小白，你过来！我把我的遗物给你！这是我的遗物！还有这个！飘到了吗？还我遗物！把我的遗物还给我！好，我们进来。好，加正常。啊，哎，怎么天黑了？恐怖啊！还有什么？是谁？啊，这样就对，防狼喷雾。哦，小张是正常，小张是好人。哎，我们两个是好人。哦，谢谢。哦 ，OK。一、二、三、四、五，我们差一个。等一下，小光，快给我你的玻璃啊！我是啊，我不是啊。你就是我没有玻璃，玻璃，没有玻璃啦！哎，快点，玻璃！我是明天会顾哎，好开心，好开心！完蛋的啦！哦，晚上哦，防狼喷雾！我是觉得大好一局要被我们玩坏了啦！哈，真的，又是我，没事。哎呦，好黑啊！哎呦喂，受惊！闪闪，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不要砍我！你收过的 ？Oh no！ 可以买东西吗？我们不要，不妙哦！等一下，快被追到了！我在买东西，你在干嘛？不！哦哦，等一下，东西！哎，这张地图可以买东西耶！快走，快走！圆，快跑！圆，快跑！不是吧，闪闪，我在买东西，你不能这样啊！你在买东西啊？我很认，我讲了那么多。闪闪，有话好说。圆，你闪闪这边有，你回去差不多可以追他了，差不多可以追他了。圆，不要怕。我建议你们对最好小心一点。对，差不多，你晚上快结束了，快白天了，小光，你闪过他，你就可以逆转。你听我说，闪闪，我不要。人呢？想过他，你要带着我的命一起活下去。他现在剩三个人会发光哦，加油！他剩三个人会发光哦。会发光哦，小光，你会玩游戏啊？闪闪在哪里？我在那里，一比一，快！圆，快点！圆，快点！圆，快点！小光，等一下，追他妈的！哦，十名可以暂停一下。圆。圆圆，不是，我刚刚要打闪闪，然后小光往前走。圆圆是叛徒，我觉得一个叛徒啊！你往前走干嘛？完了！不局桥底下默默死亡，算闪闪赢了啦。我们 Q 圆圆呗。我往前跑。
方万，狼方获胜，狼方获胜，笑死我了！这样子大家都会玩了没？大家都会玩了吗？好，我们第二场，第二场来一个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点，我们把怨灵打开，它好像可以开职业。怨灵呢？怨灵呢有什么用嘞？怨灵呢，它的用处呢是场上，不管是人类还是狼人，只要怨灵存在场上，游戏就结束的话，怨灵获胜。也就代表说，如果你是人类的话呢，你要先把怨灵挑出来。那怨灵这个角色呢，会被预言家预言到。那只要被预言家预言到的话嘞，怨灵就会直接当升天，好不好？好吗？好。那他晚上的时候是无敌，对，他是透明无敌的，所以他不会被狼打，然后他就可以去骚扰别人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走一走，你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突然被人家一直摸。一直摸，就代表怨灵在你家，在你家里面，在你家附近。来哦，我们来到美术馆去哈，准备哦 ，ID 美术馆 ，Ready Go Go！ 哦哟，我刚刚有没有说我的职业很重要？是不是就很重要？我这场职业也很重要，好不好嘞？狼人，因为你是狼人，不是不是，我不会每一场都狼人，好不好？我不会每一场都狼人呐、啊，哦，哎，然后这个是什么？便便嘛，便便艺术，哦，哇哦，便便艺术，秘鲁，你爱坐的车车，哎，车车，你不要每次都把秘鲁骗过去啊！不要每次都把秘鲁骗过去了，白天已经过一半了，你确定你还要搭车车？我要搭车车。回来战场了，我要搭车车，感觉防狼喷雾好用哦。搭战场，这防狼喷雾超烂的、啊。那个掉到会怎么样啊？会晕车，恶心。会晕车，好、哦，恶心而已吗？对对对对对，会恶心，会恶心。嗯，哎，他这个怎么是死光光了？就这么？哎，你们怎么死光光了？闪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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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闪闪啦！是闪闪！我靠，一个晚上杀四个人呐、啊！好猛啊！闪闪，闪闪，闪闪，就是闪闪！我出来！我想跟闪闪说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盘盘杀死啊？啊！小潘啊！起来！你为什么把这个盘盘杀死？在哪？他在哪？包围！包围！包围！有！等一下，哦，睡了睡了睡了。哦，所以哦，所以刚刚也有一只就是被票死的狼就对了，是不是？没有，被等一下被打死了。开白狼吗？有开白狼？没有开白狼啊。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杀死？他就发光，然后我过去，我发光，我杀死狼。阿成阿成，干嘛干嘛干嘛？你是不是得罪？是最好运气，好好哦。砍我砍我砍我！人类获胜！来，我们看一下啊、喔，这边有一只怨狼啦，就是那个怨狼。米鲁米鲁米鲁，你晚上不会死，你是怎么死掉的、啊？他被我杀死了。被杀死了。哎、欸，什么？为什么怨灵吗？是无敌吗？怨灵不是，因为我开眼之后就把他砍死了。但是怨灵应该要无敌才对的、啊，在这动画里呢，怨灵可能还停留在场。那为什么砍的是他？还是他有什么技能要先开？哦，所以哦，可能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如果狼开眼的话，怨灵也是会现身，所以还是有可能会被杀死。那、你发现大家发光的时候，就是米鲁你也会有危险，好不好？那段时间就是你卡在阴阳两界，好不好？阴阳两界，对对对，还是有可能被抓出来编。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有可能被抓出来编。好，那这样子，那个如果你是狼的话嘞，在游戏开始之前，先看清楚那个你的同伴是谁哈。好，那个我们选个地图哈，准备哦。对 ，two one， ready， 今天的 round three， 还有一些东西耶。哦，地狱之心爆是什么啊？手持时会有跳跃效果，必须放在副手，所以你就是可以拿在副手了。那击退棒每个晚上会随机在一个钻石砖上面生成一只，手持的话可以抵挡一刀的伤害哦，哇，所以它可以挡刀它可以挡刀挡刀。那这样子大家懂了吧？要去搜寻那个钻石砖啊，准备喽 ，three two one， ready go go go。其实这种玩法也蛮棒的呢哦。哇，马克，这我第一次玩那个，怎么黏黏的？什么黏黏的？啊，黏住！就便便地图啊，跳不上去。哎呦，
你踩在那个那个东西上面的时候会跳不上去。就奇怪，为什么是为什么星爆会是跳高高啊？星爆不是 model 海亚库吗？对啊，应该是跳高高。对啊，应该是要 model 海亚库吧？哎咻！其实老实说，我没有看过那部动画呢。Oh no！ 你居然没看过？我没看过。我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他大概在演什么，但我就没看过。这真认真没看過。白活了，你白活了。真的假的？五十尺巨人，然后侵占那个、啊。不是那个好不好？對對對對那是哆啦 A 梦吧？想骗我啊？认错了。重要？那是哆啦 A 梦吧？注意！要晚上了，要晚上了。我是劝大家啦。我是建议你们啊，我是建议你们善良啊，我建议你们留远一点、啊。善良是不是？干嘛干嘛？你就是换衣服，是不是？有人要来了，是不是啦？我看到有人拿着，东西啦。哦，你啦。哦，那边开警戒，有狼在正下方。好，我们不能够交换情报。你拉我干嘛？你把我拉这么危险的地方，白痴啊！耶，一起死，我们一起死。小白有点可疑，因为我看到他在刚刚狼消失的位置走出来。哪有？这怎么说？小白也很久没说话了。不要，小白再见。没有，我真的是好人啦。票小白，票小白，票小白。不要抽我！票他，票他。不是。啊，不然是什么？小白要拜拜。你是不是开错了、啊，圆圆？对，我按错的。哦，我来招招看。不要，你再招了我就打你妈妈！跟你讲，打谁都可以，不要打我妈妈。那我打毛毛，我跟你讲，好，可以打毛毛，好打。OK， 还要等一下，什么？召唤的可以。哦，阿谦是好人呢、欸，阿谦是好人、欸。我就说我是好人啊，所以场上有两只坏。想干嘛？咪咪跟狼来了，狼来了！等一下，阿杰，你别帮我挡刀啊！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在哪里？我龟缩的躲起来。两只狼，等一下，刚刚真无聊。我觉得麋鹿有可能呢。我看到有可能，不要乱说话，我在躲。预言家可以讲话吗？我觉得麋鹿有可能是狼人嘞。好，我要推出我虽然不是预言家，但我要说出我的预言了。我是那个人村民界的华生，好不好？村民界的华生，麋鹿啊，麋鹿砍我啊！我砍回去，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不要打我！这里，不要走麋鹿，大家快过来！不要，砍到了 ，OK， 好。OK， 好，如果还有一只狼的话，那就是 Moco 了，他超安静。哦，那就是安静。说不定是很远呢。到这里啊？不是，说不定是远远呐，说不定是小瓜，说的好像也是，因为他刚刚有看到我。不是，麋鹿，你都是狼了，你这样讲这些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呀。我说，说不定我是在骗你们啊，就让你们觉得 Moco 是啊。完全听不懂了。然后这样你就会自相残杀。没有，不会吧？不会吧？哦，果然，我们是不是还有怨灵？哎，对耶，怨灵都没说话。票小光，我票我干嘛？我召唤你。你有可能是怨灵啊。哎，不对，怨灵会透明啊，怨灵会透明。对，好，狼人，狼人猎杀，猎杀狼人，猎杀狼人，猎杀狼人。追起来！猎杀狼人，追狼人！啊！不要跑！不要跑！猫口！追不到，差一点追到了！有了！我报仇！快！帮我们报仇！快！小心你的脚！这里，快！他在后面飘了！圆圆，你们两个真的很烂！哎呦！没了，拜了。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我刚刚其实有看到狼人跟魔口墩墩，所以我看，跟魔口墩墩，所以我们刚刚上一场的预言家是谁啊？我不知道哎，应该就是你啊，圆圆啊，你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因为我从头到尾验的都不是狼人。那你可以揪出来查一下，还是你谁是清白的？还是你验了就死了？你那是死亡笔记本吧？
看谁的名字。我一开始是验你，然后你是好人，然后我再来是验那个阿谦，然后阿谦也是好人，然后我再验那个闪闪，闪闪也是好人。你是不是很不会看人啊？还是那个预言家、啊？应该说。我可以滑水滑到底耶、欸！应该说你太会看人了，你都没看到狼。来哦来哦来哦，下一轮，我们来新增一点不一样的玩法好了，好不好？好，新增不一样的玩法。当村民好像太无聊了，对吧？不要有村民，我们再新增两个新职业，好不好？那这个职业，一个忍者有什么用嘞？忍者可以跑很快，好。啊，忍者一个。那多一只人鱼这个呢也还蛮好用的。人鱼呢，你发动技能的时候呢，会让大家缓速，周围的狼会缓速，所以人鱼也不错，可以保命用。然后刚刚说要开警长嘛，对不对？那警长打开了之后，接下来下一场再来开抖 M 好不好？下一场再来开抖 M。好，来地图，我们来选合体社区。好，准备好了吗？耶，好的。好，那准备好就准备 go go 喽，来喽，对。Two, one, ready, go, go! 来哦！Moco 是警长，我是警长，大家仔细想想，成为新的警长。如果他是狼的话，该有多恐怖？我们先漂掉他吧。好可怕！再见了，不要啦！先漂掉他吧。我是好人。我抽到一个中介眼睛，有没有人那个有没有人抽到那个另外一个6%的、啊？还没看到，我可以给你两个防狼喷雾，不用，还没看到。我也抽到中介之眼那我们就两个、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我们需要眼泪，原是好人，我有两个眼泪了，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了。你们是不是嫌我的眼泪太多？不是啊，好吧，一个就可以了。下面有个狼，有人上来了，狼上来了，楼下，小心，定住，碎，看是谁，好，有谁，发上来，那谁，有谁，哎，你看我上来了，哪里？啊，我的朋友，是谁？谁在下面？上面有一只哦，刚刚有一只，他应该跳下去了，谁？阿松，我可以给你眼泪，你是在哪里？在哪里？某口怎么在楼下？不是某口，那个原某口跟那个咪路怎么在楼下？我刚过来了，因为我要买天了。眼泪先给我。楼上的东西给我。怪的。玻璃也给我。没有玻璃，我知道。好，我先上去了。你们继续在楼下。我也想上去。不一样。我要换位置，好可怕。怪怪的。阿婶刚刚不是从上面跳下来的吗？我刚刚在上面呢。没有，我刚刚上来的。我刚刚在后面那一栋。我刚刚在左边这边。我找到玻璃了，我明天再给你。OK。哎，怪怪的。我刚刚在后面那一栋。我觉得你怪怪的。阿婶，你不要动。我这场棋好，我不动，我现在就在楼上。好。小白没好人。我在楼上，我在跳，看到吗？有看到。OK。那谁不在的？米鲁啊，米鲁跟摩口啊。我在这啊，我上面啊，在这里。哦，就是摩口哈，就是摩口哈，我看到摩口在对面那个地方了哈。后面有没有帮助？下面一个，小心啊，狼好变身了。阿神刚能动吗？我刚刚能动啊。所以你刚刚是说我没有在动，是不是？对啊，我刚刚动了。我刚刚在阿谦旁边呢。阿谦刚刚不是有看到我吗？但是因为咪鲁刚刚说是他是他，然后你们好像就一团乱了，我就没有看到。我一直都在楼上啊，所以咪鲁在骗人。咪鲁一定是狼。咪鲁一定是狼。那为什么不是现在直接把他票死就好了？那就去票他。那咪鲁你在哪？过来我票一下。他在跑。我在高宏那边，就是你们刚刚一堆人站在那里。你们先把东西收集好给我。我现在这边缺一个那个眼睛。还有缺我三个眼睛呢，你们要吗？先撤，远离迷路。真的要离我那么远吗？晚上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点收起来啦。晚上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点收起来。
那个，欸，你们不要走前面，跑跑跑跑跑！哎，欸，呦，哎呦，哎呦，哎呦，迷路啦！他先跑了，是迷路，是迷路，迷路啦！哦，哦，哦，哥哥，哥哥，不要走，哥哥，不要走，快跑，啊，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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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阿德，别跑！等一下，快呀，快过来！快追，我跑不到！小白，小白，小白，圆圆，圆圆，相信我吗？我在你后面，你相信我吗？有啊，我刚刚追过来，我真的追不到。等一下，我们有一个作战，我不要嘞，我不要嘞，我们等一下速度快一点，我们等一下速度快一点。好，好，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来来来。哦 ，OK， 阿神，阿神，换速度，嗨。嘿，我有玻璃，你在哪？你在哪？好，我们约在雄福立中，快点，快点，快点，哪座桥？哪座桥？哪座桥？还有两座中间，中间，河靠河边这边，下面，还有两座桥啊。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刚刚高楼的下面。哦，好 ，OK， 我看到，我看到，我跑过去，先飘他，先飘他，我跑过去，我跑过去，我跑过去。你们那边现在有多少东西哦？你们现在那边有多少东西哦？我在过河，我在过河，我在过河。阿仙过来，阿仙过来。你在哪？过河中间，中间河，中间河里，河里，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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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你们在干嘛？河神台呢？河神台，河神台，河神台，给我。河神台。玻璃不够，玻璃要七个。不要死！我多少给你多少？这边只有两个，这边只有两个，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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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玻璃，玻璃。啊！不要走啦！好，飘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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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 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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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人听我说，全部人远离阿神，快跑，快跑，快点远离他！我已经说了，全部人远离他，全部人远离阿神，不要啦，回来啦，不要啦，快跑，喵，快回来啦，救我，救我，回来了，漂亮，漂亮，是，哎呦喂啊！你要把我骗过去砍刀哦，好聪明哦！害羞，害羞，太追你了，太追我，太追我！你们有没有老花肚兜？随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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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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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跑一下。哎，好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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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回来！你不是那样 Q 出去啊？右键呐，右键呐，按错，按错了，右键呐。闪闪是人鱼哦，右键右键，闪闪已经死了死很久了，你怎么死的？阿谦回来，阿谦快跑，快跑！在跑了，在跑，在跑，在跑！回来，回来！他在追我们，他在追我们，他在追我们，他在追你，他在追你，他在追他。OK，Nice， 你们有没有在追他？你们有没有在追他？当然没有啊！你们追他了，现在会发光的啦，现在会发光的啦！哦哦。Moco，Moco， 快！哎，超小鹿，可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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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两个人一起，两个人一起。演员小心你的刀。对对对。对，演员小心刀啊！小心你的刀！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太会跑了！他游泳了，他游泳了！小心你的刀！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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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一点，差一点。哎哎哎！不要再跑了！他好会跑，我的天哪！我要注意一下时间哦，等下被传染了。快点 ！OK OK OK， 再来再来再来！哎，我觉得我们两个，他走了走了走了，赶快跑！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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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天哪！先干掉那一只啊！哎，先穿个装，先穿个装，自动着装。OK， 再来再来，哎，咋挖路的我？不好吧，不好吧，不好吧！哦，哎咻，哎咻，征服！跑起来，跑起来！加油！完了完了完了！哇，带过来，带过来一起是不是？带过来一起是不是？带过来一起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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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过来一起啊！演员，嘿呀！比赛结束！哇！阿谦好厉害，真厉害！哇，等一下，阿谦刚刚那一招真的很强哎！好可惜哦，其实不应该先票咪鲁的，应该先票你的。
我刚刚心里，我刚刚心里原本想说，哇靠，这么爽，我就直接拿所有东西，我直接做出来，我就直接赢了。不是，因为刚刚那个谁，是小光还是谁先跑去票迷路，然后大家都在追他，我想说不行，这时候不能带风向，因为要先杀一只狼。好紧张，好紧张，哎呀，真的很强，真的很强，哎，哇！来，我们那个警长一样开着，好好玩哦。然后我们怨灵把它关起来好了，怨灵感觉还好，不过刚刚那个很酷哎。然后忍者被我查死了，对不起。那这个这一次呢，我们再多一个，想想看、哦，猎人真的蛮烦的啊、哦。我们多一个女巫好了，好不好？女巫也可以杀人，好不好？好，好，好。那接下来这一场呢，我们开什么来着的呢？我们来开抖 M 吧。哎，说明一下抖 M 是干嘛的？抖哎，可是抖 M 的话在这个没有办法哦，可以票一样可以票。抖 M 呢，他就是被票死的话，他就获胜了，好不好？所以他可以骗说，哎，我是狼，所以他骗大家说我自己是狼。好，那我们来选个地图，来选个地图。这次来选个经典城镇，就是最初的城镇哦。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吗？各位，准备好。Three, two, one, ready, go, go！ 嘿、hey, hey, ，来哦！闪闪是警长。长哦，闪闪当是警长啊。可是闪闪当过两次狼哟、哦。可是闪闪刚刚直接被我查出来死掉。真的是有点衰啦。真的衰、哦。这里可以进来哦。哎、欸，才进不去哎、欸！等下这边有个神秘的点，什么点？哪里？等下，哦这，等下，那点、欸哦，我找到一个，嘿、欸，啊、哦，这什么地方？哦、完了，你们百分之百找不到我，这新增的地方哎、欸！我靠！我、哦、靠！等一下，什么东西？太猛了吧！我不知道有这种地方哎、欸！哇！你们怎么都不跟好朋友分享呢？你们怎么开箱啊？好，我分享了，等一下先开那个开眼哈，开眼是不是？特别的地方啊！不要啦，不要啦，不用了。我来看看哦，我的职业很重要，我必须跟大家讲，好不好？好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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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你每一场都很重要。狼人来了啦，白痴哦！哦，我要来看谁是好人哦。阿谦是好人。只要我得阿天的信任，我就可以当超人。我后面有狼，救命！你有眼泪吗？没，我无敌啦，我无敌啦，我有玻璃。你要来啦，那个是反绕，不用来了。啊！谁 ？OK， 没事。哇，那栋楼里面好热闹。哦，没事吗？哦，他没有在追我。又有一个人进楼了，又有一个人。那个是刀。完蛋了，好恐怖，好恐怖。旁边那个栋楼有两个人狼，人狼。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我的心脏。哦，各位，你们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还想骗道具啊？闭嘴啊！太凶了啦！还有啦。一个眼泪，两个玻璃，谁要过来给我一些？那你可不可以给我？我是好人，你给我、啊，我才是好人啊！哎、欸，等一下，我看到狼人了，是阿神啊，刚刚那个位置。等一下，阿神，阿神，好奇，小光不是狼人，那你在那边骗什么、啊？我没有骗啊，我真的给了，我没有给。嗨。抱歉，抱歉，抱歉，不是故意的，为了四只猫，为了自己。人都死了差不多了呢。我把米露传到下水道，但是因为只有一层一超级挤，然后我们被狼人一直接带去。哦，抱歉，原来是致命猎人啊！我刚刚想说，四只好力把我的两只 X Galibar 分你一只，两只，两只 X Galibar 出现的几率好像只有2%哎、欸。我就说我是小公主，你还不信？哎、欸，小光，你看到谁就砍谁，知道吗？我看到谁就砍谁吗？确定？对对对对，他就是杀，他是杀手。是什么？然后小光跑，小光跑，给我一个！啊，他是警长。怎么了？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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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了！完蛋了！
完蛋了啦，事情大条了。圆圆也是啊，我死定了啦，我就站在这里啊，好不好？我不走了，好。阿成在那个，我就站在这里啊。我的朋友好不好？我的朋友都死光了。Oh no！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对对，就砍死我吧，好不好？可怜的。Marco 是抖 M。对啊，我以为小光你是抖 M， 你那边乱喊哦。没有啊，不是。你不是抖 M， 你还乱喊哦。来哦，今天的哪是乱抖，今天的最后一场就那样了吗？今天的最后一场我们要玩什么的最后一场啊？来个 CP 丘比特好不好？不用啊，警长关起来，好吗？然后抖 M 也开起来，好，那我想想看，女巫这样子应该 OK 啦，好不好？好，那准备好了吗？来换一张最后一张地图喽。你们喜欢合体社区还是城镇啊？刚刚玩的那张城镇，合体城镇社区，社区是不是？我完全无视无视啊！社区好，准备喽，准备喽！今天的 Last Round， 对 ，Two One， 来 Go 啊 ！Go！ 这种奔跑狼人杀玩起来也是很动态，很吓人嘞、哦！我要去找那个了，看看哦，我看看哦！哎呦哎呦！哦，我眼泪了。哎呦，这么快，好快！不要哭，不要哭！我是觉得啦，先喊的都是那个在骗到的。我有点点啦，我点到了，你看会不会还地震啊？没有眼泪，没有中介之眼，没有蓝血灰顾。我们在找你是不是？珊珊，你是不是啦？我不是，又不是了，又不是了。我怪怪的。我有眼睛了，我把 Q 啊！我也要把 Q 了。你以为真的就把 Q 了？所以要晚上了，大家先躲起来。要晚上了。好好好啊！躲不起来，躲不起来，躲不起来！灰姑丢地板呐！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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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垃圾！丢垃圾！丢垃圾！哦，好像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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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OK，OK，OK， 是你，是你，是你。木盾，好火球之术。好好好，嗨，好好好好，嗨，好好，我未看先猜啦，闪闪啦，好不好？不是，下面有一只狼啊，你下面只狼还想骗呢？还想骗狼啊？不是，下面真的有一只狼。哎，为什么可以在半空中？好屌哦！被我刷啦，被我刷。哦，我还以为你被定住了。对，让我几条刷。哎，你看我拿不到，我帮你，找挖路道，找挖路道。好，打挖挖刀。哎呀，不快跑！哎，我是不是很棒？我是不是很棒？人得典型，阿谦也是，阿谦也被定住了。我在被定住，我在跑。阿谦，哇！阿谦，没有，我刚刚有看到阿谦在跑呢，我在跑呢。不是，刚刚有一只狼在上面，那只狼被定住之后，阿谦停在后面，想说为什么他不跑？不是，我刚刚看到阿谦一直在你后面呢。哦，远人可以证明，远人可以没有，远人可以证明我是好人。远人可以证明我是好人，远人。对，你是好人。嗨嗨，谢谢。我发卡了。各位，理性的考虑一下，如果阿谦危险，阿神又包庇他的话，代表他们两个都是啊。我就不多说了。有问题。但我先跳出来，如果我知道阿谦是狼的话，我干嘛还是挖路斗？我阻止他干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抖 M 啊？我不是抖 M。你什么？你是不是想要骗刀？你是想演？我没有骗刀，我没有骗刀。OK， 打完就打。喂，好，我相信你了，我相信你了。瞬间相信。哎呦，小心哦！立场瞬间改变，对不对？哦，不是，你有可能是 CP 啊。你有没有听懂我的分析？你的逻辑怎么了？你的逻辑？好啦，信你啦，信你啦，我信你啦。阿神是好人，好不好？我投他一票。谢谢，我又被发了第二张牌。你是抖 M 吗？我不是抖 M。OK， 我如果是抖 M 的话，就票我，好不好？我们有两个中柱之眼的，都没有拿玻璃之眼的，怪怪的。要晚上了。你就是运气太好了。哦哟，中介之眼跟眼泪都有了，没有玻璃，没有玻璃，对不起，没有，对不起。耶！不！不！啊！
切！他们很快，我跟你讲，刚刚他们很快，一个闪闪，一个演员，还一个躲在上面。我想说我要上去丢票，我要逃走，结果上面有个女巫躲在那边。我帮你跳了一个，我都为了我们的爱情献出我们那一刀。我很努力哦。现在还有一个，对不对？对。三小白都是正常人，我也是正常人。哎呦喂、啊！你是正常人，我是正常，我再给我七个玻璃，我就让你们正常。有问题？白天直接死，这白天直接死，真的啦！我在吃玻璃了，直接世界末日就对了，是不是？哎呦，我是那个啦，我是代替那个木叶真舍村的，要来找那个真佐村。不要死，真佐村，不要死他！我先不要死。我躲起来，完全没看到，我刚看到很远。来了，怎么都没有人啊？要不要吃小猪？要不要吃小猪？我肚子饿了。要不要吃哈密瓜？你们找你干？你们找哈密瓜？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你们找哈密瓜？哪里？哇！快跑！猫狗，你拿你的鸡腿帮忙揍他！猫狗，你拿鸡腿帮忙揍他！有呀！你身为抖 M， 你要就是你是规格外的角色就是人类赢你没有赢你输了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说我是狼？我刚刚想办法啊，可是就是没有那个机会，你知道吗？不是，刚刚被阿谦被怀疑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小心狼人，但是我不需要跟着狼人，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怀疑我，或者是我尽量保持的安静，我想大家应该会怀疑。那你当过了你？你安静到已经整个飞到出去，是快没存在感。你这样说，小白人安静哦，一定是他这样子，然后大家飘到。你安静到，我都忘记你在拍影片哦。Right， 今天这集阿文手我先分享到这喽。大家还喜欢这种就是的跑来跑去的狼人杀？现在玻璃可以穿过去哦。第三人称可以穿过玻璃了。什么意思啊？你看着这一点，酷哎。什么时候的事？Right， 今天这集阿文手我先分享到这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跑来跑去的狼人杀。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我们下期见，See you guys， 拜拜。